今天都没有人，因为是他们台风天，所以直接打一波。哎呦，我之前发了一部影片，就是我去沃尔玛买了李宁的篮球鞋嘛，所以我今天要来开箱，好不好？所以就是这双球鞋。好，因为我也不太会开箱嘛，根本没开箱过的东西。反正它就是一双韦德的训练鞋吧。对，然后它就外观有点粉紫粉紫色，然后这是它的标签，李宁。对，那我开箱就到这边结束，所以我们大概测试一下它穿起来怎么样，打起球来怎么样，就是这样，拜拜。它这设计有点像那个。Hojoch 一代的鞋款，就是这边还有一个魔鬼在，他会不会是抄 Hojoch 还是 Hojoch 抄他？不知道。它的包覆性就是很好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个魔鬼毡的关系，但是它穿起来包覆性很好。然后，但是它可能是低筒，所以那个低的那个脚后脚跟那边可能会一开始有点紧，所以可能要把鞋穿开之后就比较好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鞋子还不错穿。这双鞋好在哪里？是好在它就很好穿。对，我还尝试穿上这双鞋可不可以灌篮。对，大家都知道我不能灌篮，但是好，但它还是一双不错的鞋，即使它不能让你灌篮。但你一定会买到一双可以让你灌篮的鞋，好不好？所以继续买鞋子，拜拜。